来，我们都已经准备好我们的活动了，待会呢，让孩子就能够在我们连锁充满了期待以及想象，所以今天的活动呢，一定让我们等一下呢，我们的活动即将要正式。彰化县幼儿的吉祥物是我们的张小红，掌声鼓励。好，来，以及接下来进场的是进场喽。是的，我们现在是我们的进场表演，是由我们彰化县的主题哦。紧接着是我们的动漫主题，哇，是我们的巴斯光幼儿园，以及我们的元嘉幼儿园，以及我们的三彩幼儿园。那我们进场的单位，哇，你看他们的排列非常整齐的队伍，即将通过我们的司令台前，真的很棒。我们也看到好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亲子运动嘉年华会，让孩子们积极来参与。我看到我们大家大朋友这么关心我们的幼儿教育的一个热忱，孩子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从小培养他们运动的一个这个习惯，让孩子有健康的一个身体，还有强健的体魄，能够快乐来成长。我在这边更加的发现说，我们在369方面的改革是正确的。我们369原本一年要有8亿多的经费，可是惠美上任的时候只有编7亿多。我们215所学校所有的建设经费只有编5000万。我们大家很关心的基层建设以前编4亿，但是我上任的时候只剩下5000万。所以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369做了一个改革。那甘苦人维持369，较会过，咱就回复到卓县长时代1000块钱的敬老礼金，这样一年可以多出4亿7千万。我们把2亿的部分拿到教育，包括我们幼儿的运动设施，包括我们中小学的这个学校的环境的改建，并且希望我们国中小加强我们的英文教育，以及我们的这个人工智慧物联网，期许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有国际观，能够走在时代的尖端了。那县府每年都会举办像这样的一个亲子运动嘉年华会，促进我们亲子互动的一个平台。我想今年呢特别呢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人数的限制，再加上呢我们的今年呢有4个主题哦。那在这个闯关的关卡上，包括有我们的历史之美、景色之美、人文之美，以及我们的农产之美，4大主轴为架构，配合到我们孩子们的身体动作发展能力，设计出适合我们亲子共同来合作的体能游戏，包括八卦山我们知名的天空步道的意象，亲子们一同来闯关。那依照它不同的坡度哦，来培养我们大肢体的平衡动作能力。我们还有古新这个古迹哦，也是我们罗素这个天主教堂，以及福宝甜甜圈、淡农的大丰收等等趣味有趣的闯关，让大家都能够动一动，共同来完成任务，寓教于乐哈。那同时呢，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让孩子有一个温馨的一个这个记忆。那惠美就任以来，积极推动我们的育儿政策，现在呢有8所非营利幼稚园增加了518个收托的名额。未来2年，我们还继续规划了6所非营利幼稚园，那包括有我们侨爱、生人、国盛以及三潭湖南国小，还有万兴国小，都会增设我们非营利幼稚园。那也配合中央持续推动我们准公托以及幼儿的这个育儿津贴，全方位提供给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更加的评价有优质的幼儿环境哦。所以拜托大家加心贵啊，现在时间已经不是问题了哈，国家会替你来负担哦。另外我们在县府的首页里面有一个西游盖有趣，
那包括我们彰化县内14个观光工厂，我们的这个休闲农场，也希望说我们爸爸妈妈有机会可以带孩子们到我们的这个观光工厂、休闲农场，那一样哦，可以把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一些产业也能够融入我们的一个这个教育。 另外，我们在八卦山上面有个天公步道，黑旗津的天公步道，不是像今天的闯关哦。我们呢，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也有一些不错的市集，也欢迎大家可以共享盛举哦。我想在这边要再次的谢谢我们。肩膀交换，石大圈。